5月26号周日晚间，不少一年义务役的新兵守假要回到成功领报到，不过却传出有人余假未归，军方马上调查这位新兵的下落。情绪问题，趁有人下车吸烟，独自驾车离去，至于外传有欠债压力，或是持刀胁迫有人，目前初步了解都不是事实。 军方澄清没有持刀事件，他们表示他们在清点人数时，发现一名赵姓新兵没有在场，进一步追查才发现，当时他人其实有回到营区的门口，没想到他趁着有人下车抽烟的时候，因为心情不好，直接就把车开回云林老家。军方也马上到新兵家中将人带回，也强调这不算是逃兵，算是余假未归。后续有关惩罚。 和心理辅导部分，我们会按规定与机制来做。新兵刚入营，心情不好就偷开车回家，军方表示还是会进一步惩处。只要没有正当理由不返回营区或离开营区，超过6天就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在战争时期，将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不过，怎样算是逃兵？由律师解答，心情不好没回营区超过6天才算是犯罪，超过30天就属于重罪，刑期加重。但要是这位军人强硬表达他不想继续服役了，就属于重罪的范围。TVBS 新闻苏台台访台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